持希望他们传统意义上的中锋能够存在，德国足球能够踢出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强烈而激情的不朽咆哮。但是德国队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像是瓦格纳的歌剧《伊伯龙根的指环》，人们想起了当中著名的乐章《诸神的黄昏》。再见，德国人，足球又到了重新上路的时候。他们曾经获得过辉煌，但是中间经过低迷，他们又重新的回来。但是现在，是他们再次寻找前进方向的时候。